小虾，有人找。我这么日理万机，谁还能找我呀？我只觉得这孩子还小，你有必要给他买那么贵的车吗？你这在国内都快上百万了。是是，我知道这用美金买花不了那么多，可能美金它也是钱呐。再说我这挣的可是人民币，每笔都得除以七。你别提我这公司了，你这现在这婚庆公司比结婚的人都多。你要想有规模，就得多养人啊，没规模人看不上。可是你养的人吧，还整天屁事儿不干。动不动来跟你掉脸子，不是，我是真难。喂，这娘俩一德行，动不动就挂我电话。哎，你找我干什么？哎，找我干什么？不是您找我吗？我没找你啊，啊，这找你也行。哎呀，你就说吧，你这个修养的也差不多了，那魏依然的案子是不是也该重新启动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说走就走啊？接电话，你接吧，那没准还是好几万的大生意呢。哎呦，魏总，黄小姐，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哦，好多了，谢谢您啊。不好意思啊，本来应该呢是让你多休息几天的，可是我们家小可啊，她又有新的想法了。我本来也差不多该恢复工作了，没事儿，您有什么要求只管提，我们尽量满足您。小可呢，想麻烦你们找人用胶片拍个记录短片。胶片的成本很高啊，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冯小刚拍电影都是用数码的了。他说想用古董的摄影机，这样比较有那个文艺的气息。行，那我懂了。还有。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们约一下出来见个面吧。小可呢，他自己写了一个剧本，想麻烦你们找一些懂这方面的人帮我们看一看。懂行的，行，可以。好，那你们下午有空吗？不是，你拿我们服务业整装城管吗？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就得火速出现。我是心里乱得跟钢丝球似的，实在不想见你们这甜蜜的一段，还得重新动回角落里自怨自艾。再说了，我上哪儿给你们找懂剧本的文艺青年去？行，可以，好，下午见。好，再见。您好了，那太好了，我有好多好多好多想法要跟他们说呢。现在这些精彩的念头啊，就好像小蝴蝶一样，在我脑子里面扑闪着翅膀飞呢。那个魏依然，他要拍短片，是不是？赶紧把小健叫来，赶紧把小健叫来。说曹操，曹操到。小健，刚才小仙啊接了一电话，说魏依然要拍一个短片，啊，这是发挥你特长的时候了。明白了。哎呀，真是天不绝我大老王啊！魏依然要拍短片，这就是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那全北京那么多婚庆公司人干嘛非找咱们啊？说实话啊，我一直怕你们两个拿不下人家，现在好，咱们优势显出来了。电影学院根红苗正，哎，像王小健同志这样的啊，全北京的婚庆公司找不出第二个，对不对？你真是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嗯。本科生？牛啊你啊！你觉得一本科毕业的来给婚礼支招，用牛合适，用沦落是不是更恰当点？也对啊，你们
们学校不是写电影剧本的吗？一言难尽。王总，是这样，通过文小仙之前跟这两个客户的接触，我们发现他们的想法比较抽象，尤其是那女客户，事儿有点多。事儿多就对了。啊，对对对，事儿不多，他凭什么给咱们那么多钱呢？这高端客户事儿肯定多啊，要不等于咱们抢人钱了。小健啊，充分发挥你的这个专业和特长，三天之内你争取把这个单子搞定了，咱顺利的把合同签了，好不好？三天之后听你们汇报啊。还有你啊，黄小仙同学，你把这个心里弄清楚一点，好好配合人王小健的工作，别回来让我觉得那顿饭我是喂了狗了。王总，小仙已经很好了，他很有进步，您放心吧，走吧。走吧。你先走。行，赶紧去吧啊。你这磨蹭什么呢？赶紧去啊。哦，好。快点儿。喂，你怎么了？不舒服啊？看你最近气色都不太好呢。没有，就是公司最近有几个案子比较忙，比较累一点。宝贝辛苦了，静静。宝贝啊，你尽管去忙你的事情，婚礼的事情交给我就好。好，那就麻烦你了。我发觉你最近挺有空的。你又把工作辞掉啦？小可要结婚了，小可就是准新娘了，当然要辞掉工作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宝贝，你这么忙，我怕你分心嘛。能够跟你在一起啊，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事业了。能够好好的照顾你、关心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啊。宝贝，你都不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每天呢，从白天到晚上，光是想你就让我忙不过来了呢。那你自己写那个剧本想要怎么弄？你说那个剧本啊，一定要用最专业的摄影团队来完成我的构想。你说如果我们去找拍深奥片的那个摄影团队，让他来给我们拍好不好？那你是要在婚礼上面放烟火，然后弄些大脚印是不是？微微，你最坏了，那最认真的和你商量啊。这只不过是一场婚礼，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你怎么能说是只不过就是一场婚礼呢？能够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最圆满、最光彩夺目的时刻了。我一定要让这个婚礼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配得上我的幸福，要在我今后人生中无数次回忆起婚礼的片段，无数次幸福的泪流满面呢。好 ，up to you。都听你的，好吗？那老王请你吃饭了，吃的什么好吃的？怎么不叫上我？小夏，大老王都请你吃饭了，说明这件事对他来说啊，确实挺重要的。你也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啊！我们这几个人一下拿7、8个案子，还没你这一单挣得多呢，大家都挺羡慕你的。羡慕他干嘛呀？他活儿都没找到。那杯子给你布好了，水也给你倒了啊！大家对你都挺好的，大恩大德，你想着报我们。
还是没有办法当他不存在。啊？哎，你干嘛去？你好，您快递。一阳，你的快递。哎，怎么每天都这个点来啊？跟约会似的。我们就是这么准时。准时什么？你下次快点，不然我都下班了。好嘞，下次我再快点。小哥，你这儿能刷卡不？必须的，随时随地。可以呀。不用刷，我已经先把钱给付好了。失恋了？你才失恋呢！黄小仙失恋了，我买给他。这小仙儿一失恋，大家都把他当宝贝，谁都呵护他。等我到时候失恋的时候啊，我要在网上买各种东西，什么彩电啊、冰箱啊、投影仪什么的。你现在就可以买，现在下单的，明天就到了。真的？不过货到付款自己。您好，两位需要点什么？一个草莓，一个夏威夷果仁。好的，请稍等。不好意思啊，把你的也点了。哎，夏威夷果仁不要了，你点你的吧。算了，就这样吧。好的。还带着我的皮车干嘛呀？我这些天失眠，忍不住又把它找了出来。你把它送给我的那个晚上，是我妈走了以后睡得最好的一夜。我总觉得我只要带着它，就永远不会把你弄丢。我一直都以为最爱我的人是你。最关心我，最理解我。没想到你会，我真的没想到。小仙儿，王小仙儿，你终于被我们骗成了。我跟陆然根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是骗你的，傻愣什么呢你？你还真信了啊？我们俩骗你的，我笑眼泪都笑出来了。哎，醒醒，冯佳琪，你们俩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吗？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讨厌，知不知道我差点都死了？对不起，对不起，以后骗你了啊，以后不。你们两个太过分了，这种玩笑能开吗？小葛亮，小葛亮，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你是我的，路人也是我的，对对，你们俩都是我的。我们俩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啊。七小仙儿，情绪就要降落，我确实是跟陆然在一起，我不想骗你，也不想骗我自己，可我从来没有敢设想过我要跟陆然在一起，我更没有想过要把他从你身边抢走。可是小仙儿，你有没有想过，你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在我面前说陆然有多好，他有多温柔多体贴，你在我面前表演你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是你把他一步一步推到我的面前。那个时候的你忘了，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需要人关心需要人爱的女孩。小仙儿，是你告诉我全世界最值得人爱的人就是路人。
你还记得那年的元旦吗？好几天没消息了，不就一元旦假期嘛，在学校多自由啊！猜猜，陆然给我买了什么新年礼物？巧克力。PSP。那多俗啊！他给我买的是火锅一顿。这也能送啊？本来呢，他说要元旦陪我吃火锅的，结果他爸妈非让他陪着去旅游。为这事儿，我跟他生了好几天气呢。不过这个人还是比较有心的，准备了我爱吃的东西，还有锅一个，天哪，炉子一个。好好好好，为了洗这东西啊，他把男生宿舍的水池全给占了。现在男生封他一个新外号，叫陆嬷嬷。男生啊，都爱面子，他能这样，真是为你什么都豁出去了。黄小仙儿，陆冉对你可真够好的。对我是还挺好的，他说上辈子欠我的，这辈子要还给我。嗯，小还有这个呢，哎啊。嗯，我这人其实是还是挺不错的，又贴心又有责任感又有安全感。佳琪，以后你要找男朋友的话，也得找一个这样的。不行，你得找一个以这做底线的。要不如陆然的话，我这关就通不过。行了吧，还底线呢？我看他在你心目中啊，就是独一无二。我冯佳期一辈子积德行善，我要能找一个有他身上一根汗毛那么好的，我都知足了。天灵灵，地灵灵，把我所有的好运气全给冯佳期。所以，你把我的好运气都拿走了。我一直都把你当做我最好的闺蜜、最好的姐妹、最亲的亲人。小仙儿，你有没有把我当做你最好的姐妹啊？我相信有了陆冉之后就不是了。我只是你用来炫耀幸福的观众。任何幸福都是需要有观众的，不然就会打折。对你更是如此，你每次炫耀完了，你就会有双重的满足。我说对吗？有一年我生日，晚上我一个人等啊等，就想等一句你的生日祝福，可最终给我发来祝福的人是陆冉。当时我就在想，小仙儿你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没有我冯佳期？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我生日？老婆，你跟你老公在哪儿啊？我等了一晚上哎。我
我这个今天没买着票，所以回不去了。明天我们俩就回去，到时候给你带礼物啊。我把22个贝壳穿成了项链，回来就给你了。你也没戴过。后来有一次帮你搬家，你让我扔一袋垃圾，我看到那串项链就在垃圾袋里。那是因为喜欢贝壳的人是你，不是我。不是，你根本不可能找得到这样一模一样还要完美无缺的贝壳。你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要和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沙滩边捡贝壳，你觉得那样很浪漫。你敢承认吗？你在那个时候想的是我还是陆然？这个还可以。所以每一个都代表他的一岁青春岁月，每一个都得必须得光彩照人，完美无缺。是佳琪要过生日了，还是和男朋友在享受在沙滩边捡贝壳的浪漫呢？难道你还要我为你这样的炫耀拍手鼓掌，永远做你们忠实的观众吗？你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哎，几点了？哟，都快到了，赶紧的，换星期呀！不是，快点啊，快点，来不及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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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我办，我办。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小仙儿，对不起，但是你相信我，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陆染从你的身边抢走，我没有想过要跟他在一起。可是，这一切确实是这么发生了。挺好，真的特别好笑。防火、防盗、防闺蜜。你为什么要防我呢？你不用防我。我没有想要抢陆然，真的，小仙儿，你相信我，我没有想要把陆然从你身边抢走，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是你把陆然放到我的面前，然后推到我的面前，你知道吗？我没有想要抢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陆然从你这边抢过来，你怎么听不懂呢？你总是在我面前炫耀他有多好，多好，多好，我是要人爱的，你怎么不明白呢？你把他放到我的面前，退过来。难道你没有问题吗？你是一个完美的人吗？你自私自利、目中无人，才会显得我冯佳琪有多温柔、有多体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问题呢？你全是对的，我全是错的，是我把他抢过来的，对吗？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抢，我真的没有抢。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这么恨我，也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场景里放声痛哭的竟然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富翁与乞丐之间差的是钱，天才与白痴之间差的是智商，而我跟冯佳琪之间差的是路人。我们都错了，陆然，你是无辜的。哎，你俩赶紧起来，刚刚运动完直接坐下，屁股会变大的，快点，快一点儿。哎呦妈呀，贝壳，嗯，我可真服了你了，这连跳两个小时你都不累啊？累算什么呀？一个女孩能够舒舒服服就变漂亮的，肚皮舞练的是什么呀？这不过就是胸、腰、胯、臀，这些都是男人最喜欢的地方，想着老公看你的眼神。
自然就精神百倍了。要说也是啊，你看你这结婚证也领了，豪门也进了，全职太太也当上了。要是我，早躺着红毯上睡大觉了。怎么你还是一副抢别人老公的劲头，憋着劲儿的往前冲呀？你可算说对一句了。对女人而言呢，不管她几岁，结婚没有，结了婚几年，就应该拿出小三的敬业精神来，这样她的男人才不会跑掉。拿了结婚证算什么呀？你想，结了婚之后，你老公对你好不好呢？他听不听你的话呢？你的存折还有卡，在不在你的名下呢？房产证上有没有你的名字呢？这属于老婆的战斗，不过才刚刚开始打响呢。我明白了。哎，那婚礼的事儿是不是你跟魏一兰的第一站呀？哪个嫁得好的女人不想自己风光大嫁的？不想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自己找了一个多好的男人，不想在所有瞧不起他的人面前扬眉吐气吧？不想让所有垂下她老公已久的妖精们面前宣示自己的主权。所以啊，婚礼本来就是女人的节日，就应该像开国大典那样华丽还有隆重。可是男人往往不那么看吧？你可说到重点了，他们才不那么想呢。婚礼对男人而言啊，恨不得找个地方吃顿饭就行了，能简单就简单，所以我就要让他听我的，能够把权力慢慢的交付在我手里，又不会太显得锋芒毕露了。这中间的奥妙，我也在慢慢揣摩。怪不得呢，你整天这么积极健身美容，感情不是在娱乐消遣，是在备战备荒呢。跟我一块儿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吧？嗯。赶紧补点雪梨炖燕窝了。7:30进 SPA， 不见不散呢。哎，好。我能看得出你现在心情特别的不好，我呢想问你一个问题，但是我怕问完以后你会辱骂我，但是我还是必须要问。黄老仙儿，麻烦你能告诉我你跟魏依然今天下午约的几点和在哪儿吗？别生气啊。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能选择不回答吗？那问吧。是不是在自己闺蜜面前展示幸福就应该去死？我帮你总结两条闺蜜守则吧。第一条，不要向闺蜜炫耀你的幸福，万一你炫耀的时候你闺蜜不幸福呢，那你就不是炫耀，你是显摆。第二条，不要让你的闺蜜接近你的男友，因为你就是你闺蜜跟你男友之间天然的加温器。你想想，能够成为闺蜜的志趣爱好都相同吗？你看得上的东西她也看得上，看得上你的男的也看得上她。你闺蜜跟你男友永远处于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诱惑的最佳状态，你怎么能让他们在一起？说的很有道理，我怎么就这么蠢？没事，吃一堑长一智。两女一男，两男一女，这种亲密关系自古就是孕育背叛的温床。你相信他们，他们就会把你欺骗了。难道你不知道，在 believe 中间本来就有一个 lie？魏依然约了下午3点，故宫旁边会所。
干柴，烈火，天地交融，大片大片的流星雨落下。怎么样，我的想象力很不错吧？想象力特别好，不过这婚礼剧本真没怎么写的。哎呀，王先生怎么打电话还没有回来呀？我比较相信他的艺术感觉呢。对不起啊，我这电话打的有点长。聊得怎么样了？啊？你要不要先看一下李祥信写的剧本？写的特别好，一个短篇剧本。是吧？我想在看剧本之前跟魏先生聊几句。是这样的，我们婚庆公司的流程一般是咱们先去看场地，看完场地你要觉得合适呢，咱们聊一聊这个婚礼的规格跟流程，然后把这个聊好了以后呢，我们公司给您出个预算，您要是觉得合适咱们就签约。那我就想问一下，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签约？小可，嗯，你的意思呢？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嘛，现在短片就是我们婚礼的重中之重啊，你们能不能够拍好这个短片还不知道，我们怎么好先签订合同呢？我明白这意思了，那就是说我们要是能够接下这短片，您就考虑跟我们签约。嗯，是吗？好，那我看剧本。你发我邮箱吗？你看一下第一段啊。我和魏依然在茫茫宇宙中的银河系中的小小星球上的两个微小的点咕咕坠地，这要戴上 3D 眼镜看，这绝对就是阿凡达。好无聊，要不我跟你们一块看我写的剧本吧，反正这里面什么内容我也都是清楚的。黄小姐，你可千万要记住哦，3C 产品的辐射啊，比紫外线还要来得恐怖呢。所以啊，一年四季都要注重的肌肤保湿。要不然的话，时间一旦长了，你的皮肤啊就会轰的一下毁掉了。您的意思是？不保湿的话，皮肤会爆炸是吧？爆炸当然不至于啦，可是，一旦你的皮肤肤色变得暗黄，出现了小的干纹，还有那些脏脏的痘印，那简直比爆炸还要可怕。不过呢，为了我的剧本，做再大的牺牲我都不怕。微微，哎，勇敢不勇敢？特别勇敢。看吧。嗯。说好了吗？咱俩人一块儿去找他聊，你怎么就自己去了？聊得怎么样？我把该说的话都跟他说了，我现在心里特别踏实。是吗？我觉得他原不原谅我，我也不能老做他的影子呀，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是吧？嗯。陆然，有人找你。
你总是说我怎么了？你也觉得我总是像他的应声虫，突然这样不习惯了？有点儿，不是，但挺好的。你敢不敢答应我？咱俩以后好好过。咱俩以后当然应该好好过。先生，嗯，那个看差不多了吧？快了。我们这位王先生啊，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啊，本科生。要不你们听听他的意见？哇，王先生，原来你是艺术青年呢！我最喜欢和艺术青年交流了呢。嗯，您觉得我的剧本写的怎么样呢？我看完了。我能对剧本说点我的想法吗？当然了。那我说了，我觉得这个剧本写的吧，我觉得写的特别的好。我就知道王先生啊，你的艺术眼光一定没问题的。不敢当。刚才黄小姐还说我写的不是婚礼短片呢。是吗？不会啊，我觉得这个剧本很适合做婚礼短片，而且我觉得难得的是李小姐，你这个剧本写的非常的流畅，节奏性也很好。嗯，让我想李小姐你是不是学过？不是，那麻烦问一下啊，茫茫宇宙，小小星球，这怎么拍？从 Discovery 借卫星，还是跟美剧《生活大爆炸》商量一下版权呀？现在国内有很多电脑特技团队，虽然做的比好莱坞还差一些吧，但是婚礼短片应该够用了，就是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跟精力。幸亏有专业人士在呀。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被外行给敷衍去了。那时间跟人力成本都不是问题是吧？不是问题呀。啊，那就好办了。那我们来看这段啊。嗯。在风景如画的南方小城，轻盈澎湃的少女之心，与英伦学府中意气风发的少男之心。在地球两端以同样的频率遥相应和，终于斗转星移，因缘际合，他们在一架驶过北回归线的飞机上相遇了。微微，想到那一次我们在飞机上刚相识的那一天，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都砰砰的直跳个不停呢。小可那个时候还是空姐呢。哦，她周到热情的服务让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我在飞机上忘了订购的商品，她还特地帮我送到公司来。啊，这里我也有写。华小姐，你有看到吗？在她接过礼品盒向我微笑的一刹那，有好多迎春花的种子从她的视线里传到了我的血液里。
一串串噼噼啪啪的盛开在我的身体里面。不过黄小姐根本不知道，那种被爱情击中的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不光被击中，还被击倒击毙击得肠穿肚烂。你眷恋的等你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所有的何方何